兩碟半啦，不過又一個零三歲都呢場第九場，嗰啲三歲嚟講都唔錯，都有個兩個第四，一個第三，今年四歲熟啲啦，係個檔位又比較有啲即係賽前有啲覺得好似好。難搞啲咁啫，不過其實經過上次跑之後咧就熟佢啊，開始好啊，四歲依家。兩邊都得㗎，谷草。佢幾好㗎，兩邊都冇錯。不過谷草成日當位曳，又擠逼咁，諗住沙田啊闊啲啊，咁都係比較咁啊，就係比較好讀俾佢。OK。唔該，多謝曬。